次咱们做一个绿色的糖杯，把糖倒进来，啪，它就已经刷上油了。哇，我这个放的是蓝色色素，然后它出来变成了绿色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哎，行，这颜色，哦。哎呀，失败了！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有点软了吧？啥玩意儿？哎，做成杯子，然后做个挂件，做个摆件。哎，只能这样了，失败了。哎。来一口吧，居然失败了，没想到啊，第一次多么完美，伤心。吃啤酒瓶子嘎嘣脆。